在元气骑士中，天赋种类繁多，功能各不相同。天赋能强化自身或者削弱敌人，还能获得其他特殊增益。通常情况下，一个角色可以持有八个天赋位。第一个天赋是角色升到六星后的被动天赋，后七个天赋位在特定关卡结束时，从三个可选天赋中选择一个。在多人游戏中，所有玩家还能共享天赋，角色限定的天赋除外。常规天赋加起来一共有八十个天赋，可选天赋为47个，角色限定天赋为11个，特殊天赋为22个，邪王专属天赋为6个。在元气骑士中，还有着各种各样的饮料，绝大多数饮料可以通过侍者、饮料自动贩卖机以及初始房间的死灵法师获得，其中普通饮料就高达12种，特殊饮料只有3种，分别是天山雪莲、美味海参、棒。天山雪莲可以通过花园获得，美味海参与棒可以通过钓鱼获得。玩家可服用饮料的上限数为3种，同种饮料效果可叠加，在联机模式下，所有玩家能共享饮料效果和服用上限。目前游戏中有15种饰品，角色佩戴时可以获得增益 buff， 选择角色时界面左边有饰品槽位，可选择佩戴或卸下。